这个是前期的最好的优格，那么多优点，能好吃吗？如果不好吃的话，你可以杀了我。你一定要试试看。再次把它，最重要的是每个人要够赚，才有办法打败波斯人。是的，顾问，今天要来哪里呢？在斯巴达还有一起所以聚焦训练，第一个动作前方，第二个动作胸，第三个腿，第一个动作凶猛的收起 push up， 两种的，第一个宽嗨嗨嗨嗨，这种20下，接下来窄一点，最快还有三头肌，嗨嗨嗨，这少要给我20下。下一个动作，凶猛的前板，大概是这个角度，用前板哦，这样子往下推，往下推，往下推，往下推。前板跟三胸练完了，最后一个动作，冲的大腿，看看后面，往下哦，这个是往下，这个是你的屁股，还有前面腿会练得到，这个很累，我要加油，往下有没有？上来，你看要稳定，你的腹部出力，稳定。上一只脚最少15下，那翻脚一样，所以刚刚三个动作全部都有练到，我的前板、三胸、胸肌，还有大腿。国王，你需要补充营养吗？今天有期待的前方送来的好东西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能有什么好东西？就是这个福乐顶级希腊式优格，这个是全希腊最好的优格，你一定要试试看。不加糖，乳蛋白，增量50%，热量不到120卡，那么多优点，能好吃吗？吉苹果啊，如果不好吃的话，你可以杀了我。哼，那我就吃咯。它的味道，而且太适合刚刚运动完，刚刚好的热量、油脂啊、蛋白质，还有饱足感。国王，别忘了，还可以搭配水果，还有坚果可以一起吃哦。你很棒，你赶快告诉我，那么好的优果在哪里买啊？在斯巴达的所有的便利商店可以买得到啦 ，7-Eleven 啊，全家，还有大的卖场也可以买得到。如果你不想出门的话，还可以互动办的哎，还有大润发、全脸、家乐福、玩。